鱼拓好像在宜兰这边开了一家店。哇！好开心哦！欢迎欢迎！欢迎我下次我出去，我现在已经升为店长了。欢迎钓鱼爸，我特地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特地了！哇，太有心了，太有心了！你需要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你还忘了问我一件事。我跑过来有点热，外面有点热。热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招待不周。来，一个小篮子配瓶水，好不好？哇，再配要不要配糕饼干？来，您边得吃有得挑，新贵不好不好？好好。哎，这是你上司哎。教头，我们的教头。对，好，那这是需要什么？我现在最近蛮缺一只钓竿的，蛮缺一只钓竿的淡水路亚竿。淡水路亚竿 ，OK， 没问题。有没有特定喜欢哪一家牌子？我喜欢 Shimano 的。Shimano。2020新款吧，对，新款的莫忘初衷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边呢，新款的第一手就在这边。来，我看这个店长服务很好哎，教育的不错。有没有左大师？你看一下，它的后面独特设计真的很棒。那我就建议你就不要拿重克数，我们玩轻克数的，玩2克到7克的，然后后面的独特设计，你看是这个。有没有帅？灰灰，哦，真的很棒哎！现在买的话，还可以配合我们的振兴券使用，真的假的？很多优惠，好不好？哦，非常棒，可以吗？包鬼，包鬼，好。那这边你还需要什么东西？就是我最近就是电塔那边嘛，大家知道电塔那边最强就是旋转亮片，旋转亮片需要就是一种特殊的集头钩，好像听说只有这里才有，是不是？有，没问题。这边看到没有？很多观众最询问到，都是你们钓鱼爸惹的祸。你知道吗？哇，真的是没剩多少了。每一个人都在问，就是说，哎，我的机钩头为什么底下不能挂旋转亮片？这个下面哦，就是让你勾旋转亮片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讲到旋转那个机头钩，那但最重要是下面的旋转亮片。旋转亮片在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没准备。好像是在这里，我刚有看到店长、哦，我找一下这边。直接问旋转亮片在哪里？旋转亮片是大淡水旋转亮片在这里。来了！我告诉你，很多人询问啊，很多人询问这个哈，第一口的这个旋转亮片，这边有个那个路亚环，你直接勾上去就可以了。哦，非常简单，非常方便。记得是勾在下面这边哦，上面是给你绑线的哦，或者是你的别针，你勾错的话，那就不一样喽。我不知道你能吃的，你这样托底钩子在下面就不一样喽。记得这一款非常好用，包鬼。然后最近好像有透抽，还有花卵吗？对，好像最近蛮咬。没问题，来这边。我这边先帮您介绍一下哈，我们这边最有名的是伊居虾，那像我们对，那像我之前的时候，我有出过伊居，就是花软斑的话，所以我这边帮您特别介绍个颜色。那以上纯属单纯个人，不要批我哈。我这边推荐给你用天明的钓法，所以这边的话你不用挂自重的部分。那我觉得这个都蛮适合你的，像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你再多个 UV， 其实物超所值啊。哦，是不是？加量不加价。通常我还会再配一只暗色器。花枝它有个特色，它爆了又爆，爆了又爆，非常挑色。所以如果你今天这只没钓到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它这只没钓到，你就要立刻换颜色。如果这只有钓到脱钩，继续用这只，它会再爆你。怎么长得这么暧昧？这是花卵的部分。这是花卵的部分。那接下来就是你刚讲的外星人的部分。对，透抽嘛。来，这是这个，这好像包鬼。边的话，我帮您推荐这个颜色，好不好？这个其实算是蛮大众的颜色，哦，西瓜色，对，这个西瓜色很咬，绿色它是偏暗色，所以我会再买一个亮色系的，就是这样子，一暗一亮，好不好？OK， 包鬼。布卷的话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最近呢，因为呢台日友好关系非常良好，所以我非常建议一个熊本熊。哦，有这边有啊，有，来给你看熊本熊。还有胖子，有啊，熊本熊这个哦，还有哦，好可爱哦，熊本熊，我觉得这一系列真的太可爱了。还有你看，像这个草莓啊，对，还有这个是度过所有男人的梦想，草莓100%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包裹。可是还有最重要的东西，甜品，
天平，这个就是天平，它价格不会很贵。那这个非常简单，你就是整条线穿过去之后，然后这边打个结，然后直接用挡珠把它挡住，把它挡住。哦，所以珠珠是放在这里是不是？对，它主要是挡珠的部分，它只是一个阻挡作用。然后底下呢就是挂你的签。那我这边的话，我通常建议呢是差不多40两或50两开始掉。40两，4两或5两。店长，4两或5两就开始，6两你真的就不行了。那记得操法非常简单。哦，会不会跳欧巴干那 style？哦哦呢，哦啊那个比赛啊，哦哦，了解了解，包鬼。那店长透抽怎么用？透抽又不一样了。透抽这个我告诉你，会不会跟阿伯干 style 是一样吗？哦，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。我告诉你，有看过 YouTube 对不对？你把它调成3倍速。对，所以你动会快一点。像我知道你，这个。男生嘛，男生好贴心哦，哦，好温暖，好温暖的感觉，会抱住我。那其实抽法很多不一样啊，我建议其实说你可以多尝试，然后说不定你会找出自己的 tempo。哇，这店长真什么都会耶。干嘛不接？接不下去是？OK 了。哦，对，还有一个传调，最近好像也是。接下来我们要为未来做准备啊！接下来好像8、9月开始可以出一个比较远的班了，是不是？钓铁板的部分。听说龙，你跟龙也会去钓鱼台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好像有哎。那是先，我觉得先建议一些龟山虎跟北山，好不好？对 对，那比较近一点。那龟山虎的话，不意外就打虎嘛。那北山就是红杆嘛。对。那这两个东西的话，我觉得基本的客数呢，这边至少是200克起跳。对，好不好，差不多。那我们来挑个铁板。那当然的话，这边我们有 HR 铁板，那这边的话，有紫电山的部分，紫电山刚到货，因为之前紫电山一直缺货，真的修哎，对，修了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我个人私心推荐 Jagaru。Jagaru 的话，这边的话，我会推荐的是200克，先从200克，一生一险，好，包稳。那这边结账跟我们请 ，OK， 包滚，包滚。包鬼，这个哦，你要出小稿了吗？对不对？小稿要加。包鬼，包鬼，包鬼，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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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包。哦，这是大手笔哦。哎呦，包鬼，这要包鬼。来，还有杆子是不是？哦，尾声服务哎，这是一对一服务。麦克笔的鱼花。哦，好贴心。帮他算一下，全部多少钱？没有问题。阿毛，好，大咖一定好。我们的鲑鱼大师。对。OK。来。振兴起来。对，恭喜你，你又获得我们的店长，特别特你特别要 Q 这个。对，好了，那今天就是特别感谢你们来。有了有了，正等等，我告诉你，结王站还有好康。今天呢，只要在影片底下留言。对，留什么？只要留客喜鱼拓罗东店开幕，你现在才想出来的事情。好了，对，客喜鱼拓罗店开幕，我们就送什么？就送虾干两个新商品嘛，对不对？送虾干哦，虾干两只哦，还有 mini 肉 ，mini 肉，两把，哈哈，有两把。哎，再送什么？还有那个 HR 的那个防晒面罩，对吗？还有这样的两个，对，帽子有，毛巾有，毛巾再送好不好？还有袖套有，有没有两件啊？记得看完我们的影片留言，景志浩、贺喜、鱼拓罗东店开幕 ，OK， 只要留言。这些不啰嗦，等着你。这是大手笔抽奖就开始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边预计的话，8月底，记得哦，8月底还有一次抽奖喽。OK， 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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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